那边可能会有一个人，不确定。还在炸，死一个。我这发型不帅吗？看到这个人了，这还有一个屌毛。属实有点阴险呀，我必须得晃起来，等我晃起来，有可能被他发现。其实我没必要卡他了，真的，我上去。这个人，反正他在下面，威胁没什么威胁的。就上来把点清一下，哇，这逼可真阴险，在这边吗？这是，哦，这个人跑出来，那个人就是黄牛。那个人呢？哦，这个人有点怂的，给他丢个火。这个比有点阴啊，下面那个人很果断呀、啊，下面那个人很。三级套，我靠！我说打那么多枪不死。